我的地下室呢，这个灯啊，这么大房间哈，房间不小，放杂物房的哈，乒乓球台子这个面积不小，但是呢，只有一个灯，很暗，非常昏暗。当时装修的时候应该让师傅装几个 pot light，现在有点晚了哈。现在怎么办呢？想了半天，就装这个 track light 哈，长条这个哈，track light，准备自己改一下，应该容易吧？这灯哈，Curly 六个 light 的，Clean Lantern 原价149，现在59啊，倒是不贵啊，打折了，但肯定是质量一般嘛，估计哈。现在看，打开那包裹看一下啊，应该不难吧？现在练一下。我想换的灯呢，要把旧灯给拆下来哈。拆了之前呢，要把那个 breaker 关掉，要把电断掉哈。这电断完了哈。断完之后就可以拆了，拆的话呢，应该是比较容易一些。这个灯啊，灯泡比较烫啊，找两个螺丝刀，找工具啊，要拆螺丝。它放了一个螺丝啊。然后呢，要把这个线拆下来啊，你拆了之后，把这线蹬出来，在里面。都是藏在里面哈。我操！shit！这还没有接线盒子，麻烦了。没有，他这个给我是糊弄状的，只有这一个，没有接线盒子，再怎么弄啊？没有 junction box，看那活没有啊？所以说找人装修有时候可能糊弄一辈子啊。这里面应该有个 junction box 接线盒，但是铁盒子。接线盒没有，我这个往上把的话就有难度了。我要想一想，就遇到新问题了。我要不拆这个永远不知道，一拆的话发现问题了。